大家好，我是李晨，我是Prime。我们今天呢在成都开设我们的第五家店铺 ，NPC 六年的第四个城市就在成都。敢问？哎，我们现场一起来倒数五个数，让我们来接住 NPC 好不好？准备开始，五。今天是我们的成都店开业，开业那天我们会办活动，我们会请很多媒体跟好朋友来，我们一定会在开业之前才让大家看到这家店长什么样。成都就是一个我们当初两个人一直来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吃好玩，对吧？然后人也爽朗，喜欢潮流的人也多，所以我们当初就很想来。然后这次成都特别的就是这个辛普森，是在这里吧？是是是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对，在这里。对对对，辛普森这个卡通人物是非常火红的。那只要是经历过的年代都知道，而且很经典的一个卡通人物。然后这次 MLGB 跟他合作也是算是史上第一次。就 MLGB 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，My life's getting better， 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好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MLGB 的故事，就像是煎饼侠是一样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那样做超级英雄的梦。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我们的故事，就是原原本本的还原出来，给到想创业的年轻人，给到想跟朋友一起做生意的年轻人，给到想做梦的年轻人。